保肾等于保命，养肾十招快笔记。肾脏对于代谢水的过程特别重要，透过调节膀胱的开合，将代谢后的水连同体内毒素一起排出体外。一旦肾脏出问题，毒素就不能过滤和排出，堆积在体内，引起许多病症，例如尿毒症。其治疗方式就是透过血液透析、腹膜透析等方式，将血液中的毒素排出。但肾脏无法恢复功能，毒素就会不停累积。想维持肾脏健康，可以从日常小事做起。一、别憋尿；二、避免排便不顺；三、定时补充温开水；四、避免唾液不足；五、吃补肾食物，核桃、虾、羊腰、黑芝麻、黑木耳；六、充足睡眠；七、为双脚保暖；八、按摩涌泉穴；九、避免过劳；十、药物伤肾，要了解再服用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，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